上礼拜讲到 MRI 的第一个部分，也就是 magnetic 的部分哈。这个部分的话，我们知道其实人体里面的氢原子核，都可以当成是一个小小的磁场哦。不过这一个小小的磁矩呢，其实叫磁矩啊 ，magnetic moment。这个磁矩呢，它其实在一般的热平衡状态之下的话是随机分布的，它没有办法显示出一个镜像量来。哦，但是这个状况呢，如果是放在把这个人体放在一个很强大的磁场环境底下的话呢，可能会有所改变，因为这些磁性分子会顺向排列，哦，或者是更严谨的来讲，有一些是顺向，有一些是逆向，哦，不过呢，这个数量上的不同呢，会让我们有一个磁场的一个讯号这样子，所以 MRI 本身其实是利用侦测这个磁场的讯号来获得影像。OK， 那有了这个磁场以后呢，接下来我们今天第二个部分想要讲的是 resonance， 也就是说我怎么样子获得这一个小小磁场的一个讯号。毕竟我们之前讲的，我们是把这个人体或者是这个待测物的物体哈，生物体放在一个非常强大的外加磁场，强大的部分呢大概是15000高斯到30000高斯不等，哦，这个是地磁的几万倍这样的 scale， 但是我们在这么强大的磁场底下所产生的人体小磁铁的强度大概只有不到0.1个高斯哦，所以这个强度差得非常非常多。那我要怎么样子在很强的这个外加磁场底下去量测出这个小的磁场呢？哦，我不知道各位知不知道要怎么样去量测一个磁场哦，在这里指的是一个静磁场哦，并不是一个电磁场或是动磁场。如果想要量测一个静磁场的话 ，static magnetic field 的话，应该怎么去量测呢？如果有兴趣的话呢，各位可以去稍微 survey 一下哈，因为这不是我们今天的重点，所以我们这边不太多说。其实方法有非常非常多种，但是没有一种方法可以在这么强大的背景磁场底下再去 detect 那么小的一个变化，因为它们的 range 差太多了。所以你侦测到的都会是那个很强的外加的磁场，而不是你想要的这一个人体的磁场。哦，那为什么说这个人体的磁场是我们想要的？因为我现在想要看的是人体影像嘛，我不是想要知道外加的磁场到底有多大，我是想要知道这个人体的磁场的分布是怎么样子的。OK， 所以有了这个磁场其实还不太够哈，哦，我们需要利用一些特殊的方法才能够去侦测到它。哦，那在 resonance 这个我们在这个部分呢，利用到了共振这样子的效应哦。如果可以的话，请各位稍微注意听底下这一段的讲课哈，哦，因为这个其实不是没有那么的直觉。OK， 哦，我们大致上的概念就是希望不只产生磁场，而是要让这个磁场还能够动。我们要让这个人体所产生的这个小磁矩那要能够动，因为我们刚刚说如果今天它不会动，它是一个稳定的大小的话，你很难去侦测它。可是如果它能够动的话，那状况就改观了，因为有动，有这个 motion 的话，磁场会动的话，那代表磁通量一定会产生改变。磁通量改变的话呢，各位我们之前都已经讲过很多次了，大家应该对这个词非常的敏感才对。一旦有了磁通量改变，那代表的是就会在附近的导体产生感应电流，也就是呢，你只要在人体的附近摆上线圈，简单的线圈就可以咯，就是一个很简单的那个 RC 的这样子，或者 RCL 这样子一个 loop， 你就可以接收到这个感应电流所产生的一个讯号。所以在 resonance 这个地方呢，我们最重要的这一个目标就是想办法让它动。 OK， 这个让它动的过程呢，我们也把它称之为 excitation， 激发，有点像激发这个讯号一样哦，激发完了让它动以后呢，最后真正收到讯号的这个步骤呢，我们把它叫 detection， 因为你是根据这一个磁通量的变化而收到这个讯号的。哦，然后磁通量变化的大小正比于感应电流的大小嘛，对不对？所以感应电流的大小是你收到的讯号。好，如果能够知道它的动运动是怎么样子的话呢，我就可以去回推这个原本的小磁矩到底有多大了。OK， 我们利用的方式大概是这样，所以我们需要花一点点时间来解释一下要怎么样子让这个氢原子核才能够动。我们先回归到这个氢原子本身，我们说这个氢原子核，这个原子核它不是呆呆在那边完全不动的，它自己本身会产生一些 spin 自转的一个现象。这个自转呢会产生一些物理的一些现象，比如说因为它是有带质量的，你让一个带质量的东西旋转的话，它会产生角动量。此外呢，它也是有带电荷的，你让一个带电荷的东西一直转动的话呢，它就会产生电流嘛，电流就会产生对应的磁场。 OK， 所以基本上它会有这些特性。
好，那有了这些特性以后呢，我们把这个电原子核，氢的原子核丢到了什么外加的一个很大的磁场里面嘛，对不对？所以它会受到这个磁场的感应。 OK， 受到磁场的感应以后，我们就知道第一个，我们刚刚有提到这个磁矩，它就会有一个倾向，想要朝着这个外加磁场的方向靠拢。 OK， 好，所以这个是第一个吸引的部分，它想要受到这一个外加磁场的这个吸引，然后让它靠拢。可是呢，在同时之间，因为它有一个转动的惯性，那我们知道惯性，牛顿第一运动定律，我们都知道它其实有一个倾向，就是希望能够维持现状，它不希望改变。所以呢，这一个惯性所代表的角色变成是在抵抗的那个部分，我们的磁场希望它能够 align， 能够跟它吸引的变成同向排列的这样子一个方向。可是呢，同时之间，我们的惯性，也就是这一个 spin 所产生的这个角动量呢，它在抗拒磁场的吸引。在这样子的状况之下呢，它就会产生一个算是蛮常见的一个物理现象，叫做旋径。常见这个字有点难定义了哈，因为在日常生活中你可能不是那么常看到，不过这个在普通物理学里面全部都会提到，因为只要是两个力矩的平衡都有可能会产生这样子的运动现象，我们把它叫旋径。如果是原文的名称的话呢，它叫 precess， 哦，这个是它的动词，那如果是名词的话就是 precession。有人翻成中文会把它翻成旋径，像我在这个地方写的是旋径，那也有一些其他的讲法叫做进动，进是前进的进，动是动作的动。 OK， 那不管这些名词没有关系，我保证各位一定看过这个现象，虽然你们都没有看过原子核是怎么动的，但是各位一定看过陀螺吧，没有打过陀螺应该也看过人家打陀螺。陀螺打下去以后，如果打得好的话，一开始它的自转轴大概约略会是跟你的地心引力平行嘛，对不对？所以它会转得很漂亮。但是随着时间过去以后，它不太可能会一直这样子转，它会开始倾斜，对不对？因为摩擦力的关系，转速不够高，所以它开始会有点点倾斜，对不对？倾斜的过程当中，其实它自己还在自转，但是呢，你一定会发现另外一个现象，它会绕着地心引力的方向开始做公转的动作。对不对？它一方面做自转，一方面做公转，这个运动其实就是 precess， 这个运动就是旋径。所以我说这个其实大家可能都看过，原因就在这个地方。好，只是呢，在陀螺这个例子里面呢，我们原本的这个地心引力的作用产生对陀螺的一个反作用力，取代了我们刚刚所描述的这个磁场的力量。哦，我们进一步的用一个图来表示一下哈，所以各位可能会比较有直觉一点的哈，请各位注意看一下，在这一个图里面，绿色的箭头代表外加的一个主磁场，我们给它一个名字叫做 B0 或者 B0，OK。然后呢，那个白色的圈圈呢，代表的就是我们的氢原子核，我们说它自己本身会产生自转的动作，也就是 spin。当它产生自转的动作的时候呢，就会形成，因为有电荷嘛，对不对？所以会形成一个磁矩。磁矩的方向呢，就是这个蓝色或青色的这个箭头所示，哦，大写的 M， 这个就是它的 magnetization 磁矩。OK， 那我们说在这个时候呢，因为有了这个磁场的吸引 ，OK， 它除了受到这个磁场的吸引以外，也受到这个惯性的作用，因此呢，它除了自己自转以外，它会产生一个公转的动作。在这个地方呢，黄色这个圈圈代表的就是公转的这个方向。OK， 这个公转的现象我们就把它叫做 precession。 OK， 所以它怎么转的呢？假设我们牵直的方向是磁场的方向，我的手如果是小手这个前背的话，如果是我们的 spin 的话呢，它转动的方向大概就是这样，绕着牵直的方向这样子转。 OK， 这样可以接受齁。然后我们说陀螺那个例子呢，其实只是把这个磁场换成反作用力而已，就是地心引力施加在陀螺上面，然后陀螺会有在那个接触点上面会有一个反作用力，其实就是把它换成反作用力而已，东西完全一模一样。 OK， 可以齁。 好，所以这个动作呢其实就是叫做旋径，这个对我们的 MI 的原理会非常的重要，因为我们刚刚说的就是要让它动。怎么样让它动呢？只要让我们的磁矩跟外加磁场
不要是平行的话，它就会动，没错吧？这一个现象呢，维欧它基本上就是告诉我，它会绕着主磁场这个方向这样一直做旋进的动作嘛，它其实就是在动啊，动很好啊，因为我们就是希望它能够动，才能够产生磁通量改变，才能够进而产生感应电流，这是我们希望看到的。OK， 但是现在问题最大的地方就是在热平衡的状态之下，我们的静磁矩其实是平行于主磁场的，所以在这样子的状况之下，它跟它 align 在一起，它没有什么。没有什么好动的 ，OK， 所以我们要做的事情是什么？是要把它拉开来，从主磁场的这个方向把它拉开来，这是我们需要做的事情。只要能够拉开来的话，剩下的物理现象就可以解决一切了，它就自己会做这个公转的动作，它就会运动了 ，OK。好，所以这个旋径对那个这个其实就是我们讲的这个共振的一个这个现象的一个根本哈，所以非常的重要哈。而且呢，我们发现这个公转的运动呢，其实它的公转的速度呢，它其实有一个特别的公式来描述，我们把它叫做 Lamer equation。Lamer equation 的内容，各位可以看一下，这其实是我们在 MRI 里面唯一会提到的公式，尽管它背后的公式还蛮多的，但是我们只会提这个，因为它其实是最重要也是最简单的。我们发现呢，它在做 precession 旋进的这一个频率呢，它刚刚好会跟我们外加的磁场成正比 ，OK， 它跟其他东西都没有关系哦，它只有跟你外加施加这个磁场会成正比。中间呢，它差了一个比例的常数，我们把它叫做伽马 ，OK， 这个伽马呢，我们也给它一个名字，因为它是旋转跟磁场 ，OK， 这个我们说是旋转的频率嘛 ，Omega 是旋转的频率，哦，也就是绕着中间的这个磁场转的这个频率，哦，绕几圈。OK， 所以这个是旋转和磁场大小的一个比例，所以我们把它叫 gyro magnetic ratio。哦 ，gyro 是那个 gyric 或是 gyro， 它是那个旋转的意思 ，magnetic 当然就磁场的意思，它是一个比例。这个比例呢，会是每应该说每一个不同的原子核呢有自己的一个特定的比例。你今天使用氢原子核来当成是 MRI 的讯号，或者是使用其他的原子核，比如说磷来当成 MRI 讯号的话，它的Gyromagnetic ratio 这个 gamma 值是不一样的，这样子。哦，那在我们今天的课程里面，我们其实都只有讲到氢原子核，所以我们只需要把这个氢原子核的 gamma 列出来给各位参考一下就可以了。哦，大概是 42.58 megahertz per tesla。好，是这个数值。OK， 所以呢，如果我们之前讲过，现在临床的系统绝大部分是 1.5 tesla。或者是三 Tesla 的这样子的一个外加主磁场很强嘛，对不对？在这么强的主磁场底下，它所对应的这个旋径的频率是多少呢 ？OK， 很简单哈，公式带一下而已哈，就是 gamma 乘上外加磁场 42.58 megahertz per Tesla， 再去乘上 1.5 Tesla， 好，所以 Tesla 会被消掉，剩下的只有频率的单位而已。好，所以这个数值约略是 63.87 megahertz。这个数值代表的意思是什么？如果你把磁矩拉离开主磁场的这个方向的话，它就会用 63.87 MHz 每秒钟转6300万圈，或者到甚至到6400万圈这样子的一个速度，绕着外加磁场的方向做旋进的运动。 OK， 所以我们的工作，如果你能够做到这一点的话，那我们就可以接收讯号了，没错吧？OK， 我就可以在外面放一个电流，放一个那一个线圈，然后线圈上面这个导体，我们就可以接收到感应电流了。OK， 好，那你今天使用的磁场大小不一样的时候呢，它的频率就会不一样，它转动旋径的频率就会不一样，所以这个感应电流的频率也会不一样。OK， 所以这个跟我们线圈的设计会有很大的关系，等一下我们会再继续讲到。好，请问一下，到这个。到目前为止有问题吗？可以的话，那我们再继续说哈。我们刚刚说我们的目的就是要把它拉离开嘛，问题是怎么样才能够把它拉开来？很明显的，主磁场其实没有办法扮演这个角色，因为主磁场就是让它产生一个静磁矩而已。这个静磁矩会跟主磁场的方向平行，可是我没有办法把它这两个方向没有办法把它拆开嘛，那我要怎么做呢？
其实呢，我们应用的也是旋镜的这个原理，因为我们刚好说过了 ，Larmor equation 告诉你 ，gamma 等于omega 等于 gamma 乘上 b 嘛，对不对？所以换句话说，今天你有外加磁场的时候，你就会产生一个旋镜的现象了，对不对？只要外加磁场跟你的这个磁矩不平行的时候，你就会产生这一个转动的现象，对不对？所以我可以怎么做把这一个磁矩给拉开来呢？或许有同学已经想到了，其实我们只要在能够施加另外一个额外的磁场就好了，只是这个磁场一定要不平行于原本的主磁场。 OK，因为我不平行原本的主场意思的话，就代表是它不会平行原本的静磁矩，对不对？只要它不平行原本的静磁矩，你的磁矩看到了它，就会产生公转的运动，就会产生这个旋镜的运动。OK， 只要它产生旋镜的运动，它不是就从磁矩，从那个主磁场的方向移开了吗？移开了以后，我们目的达到了嘛，把它拉开来了嘛，对不对？所以拉开完以后，你只要把这个额外加上去的这个磁场关掉。剩下的事情就是我们刚刚讲的了，就是那个旋镜的运动。OK， 所以呢，你要让它产生这一个旋镜的运动，你要做的事情就是你必须要再给它一个额外的磁场，这就是我们在这个地方讲的外力。你要给它一个额外的磁场，而且这个额外的磁场是你要能够自己控制开和关，还有它的方向大小。OK， 那我们怎么样子产生一个磁场？而且可以控制它的方向大小，什么时候开什么时候关，我们怎么做呢？其实就是用电磁铁嘛，用线圈嘛，对不对？我们利用控制电流来控制你产生的磁场大小。 OK， 那所以我们第二个需要的工具其实就是线圈扣友。 OK，那这里的话我们特地给它一个名字叫做射频线圈。所谓射频线圈就是它的工作的频率是在射频频段的这个线圈，等一下我们再来解释为什么。我们先来看一下，刚刚我们上礼拜讲完的部分大概就是这样子，你外界施加了一个主磁场绿色这个箭头之后呢，体内的这个氢原子核呢就会产生一个静磁矩，静磁矩的方向平行于主磁场。 OK， 这个 M 是这样子，它们两个互相平行的，可是这个时候它们两个方向一致，所以你没有办法产生我们刚刚说的那个旋镜的现象。因此我们要怎么样把它拉开来呢？我们就加上另外一个额外的磁场。在 MRI 的惯例里面呢，这个随着时间并不会改变的这个主磁场，我们通常是叫做 B0， 用这样子的符号来代表。那这个激发用的这个磁场呢，我们常常是使用 B1 这样子的一个代称给它。所以这个 B1 呢代表的是我们激发的时候所使用的这个磁场。好，那我们刚刚说这个激发磁场其实只要不要跟主磁场平行就可以了嘛，对不对？它就会磁矩就会绕着它做旋镜了。但是以效率而言的话呢，你要让它转的速度最快，那其实最适当的方向就是垂直于让 B1 垂直于 B0 的方向。 OK， 因为这样子它是转的效率其实是最好的。 OK， 所以通常来讲我们 B1 都会摆在比如说在 transverse plane 上面，比如说 X 轴，比如说 Y 轴。只是在这个地方我们方便举例，我们就使用先把它摆在 X 轴，其实只要跟我们的 B0 垂直就可以了。 OK， 好，把 B1 摆上去之后会发生什么事呢？这个时候磁矩我们的 M 看到了一个磁场，施加的磁场 B1 嘛，对不对？所以它会发生什么事？它会想要去产生旋镜的运动。旋镜的运动是怎么样？是绕着它做旋转。 OK， 所以我们来想象一下，如果现在这个是磁矩，对不对？然后呢，现在有一个要以各位的方向的话比较像是这样，这边有一个 X 方向，这个方向是你施加了这一个激发了这个磁场，所以呢我看到它以后呢，我会想怎么样？我想要绕着它转，我想要绕着它转。所以我的手没有，手的关节没有办法360度这样转，所以大家想象一下，大概就是这样子。我想要绕着这个 B1 转，所以呢绕的方向约略是这个样子的。绕完，因为 B1 是我们自己设计的嘛，对不对？ B1 是我们额外使用这一个激发线圈产生的这个磁场嘛，对不对？
所以呢 B1 的强度我们知不知道？当然知道嘛，因为电流是我自己灌的，我当然知道现在产生的磁场是多少啊。伽马 呢，我们现在观察的是氢原子核的讯号，所以对于氢原子核来讲的话，伽马 值是 12.58 MHz/tesla， 这个我也知道。所以你知道了这一项，也知道了这一项，所以你是不是知道它会以多少的速度转下来，对不对？我用这个东西就可以控制，我用这个 B1 的强度就可以知道它以多少的速度这样转下来嘛，对不对？所以简单的数学，如果我今天想要让它转到 Y 那个位置的话，那基本上我其实就是绕了1/4圈嘛，对不对？我去换算它所需要的时间。所以呢，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你只要去控制 B1 的强度，还有你开启的时间，你就可以决定今天磁矩倒下来的角度。 OK， 假设呢，你想要让它从这个地方倒下来90度，或者是1/2拍、或者是1/4圈 whatever， 总之呢，你知道你要让它倒到什么角度呢，你只要控制这个外加磁场的强度以及它的时间就可以了。哎，你就知道这个到底会导到什么地方去了。好，那假设了哈，我们现在就让它直接导到这个 Y 的 plane 上面 ，Y 的这个轴向的这个部分，导上去之后呢，接下来下一步是什么？我们是不是把它从主磁场的方向拉开来了？对不对？所以从主磁场的方向拉开来以后会怎么样？哎，他就看到主磁场的强度，这时候你就只要把你的 B1 关掉就好了嘛，因为他就功成身退了嘛，他把这两个方向挪开来了，所以 B1 关掉之后呢，他看到主磁场就会绕着它一直转，转的速度多快呢？一样根据这个方程式 Omega 等于 Gamma B， 哦，这个方程式又出来了，很好用哈，只是这个时候的 B 变成 B0 那个东西，而不是刚刚的 B1， OK， 所以他就会以63.87 MHz 这样子的速度，好，在 1.5 Tesla 底下的话，用这样子的速度绕着主磁场的方向转。我问各位一个问题哈，我们这边讲了很多的磁场，一下子是 B0， 一下子就是 B1 的。OK， 各位有没有发现一个问题？我们刚刚说打 B1 的这个目的是什么？是要把它从 B0 的地方挪开来嘛，对不对？可是问题，当你一把它挪开来之后，只要它从 Z 轴这个方向移开的时候，它就不再跟 B0 平行了，没错吧？一旦它不跟 B0 平行的时候呢，它会产生什么运动？旋进啊，对不对？它既然能够看到 B1， 它一定也可以看到 B0 啊，更何况 B0 是我们的主磁场，我们说主磁场怎么产生的？是用超导体的电磁铁嘛，对不对？所以超导体电磁铁不是说你想要开就开，你想要关就关的，它是一直存在在那个地方的， 1.5 Tesla 是一直在那个地方的。然后呢，现在的问题是你只要一拉开你就看到它了，它那么强又一直存在，所以好像状况没有我刚刚说的那么简单哦。为什么？因为它一移开的 Z 轴，马上看到的其实是 B0 跟 B1 的向量和才对，所以它其实不是单纯只有靠绕着 B1 转而已，它不是只有绕着 B1 的方向做旋进的运动，它应该是绕着 B0 跟 B1 的向量和来做旋进的运动才对，没错吧？所以这个状况其实会开始有一点点复杂。好，所以呢，从这个地方，它原本以我们刚刚的角色来说了哈，这个地方是我们的 B1 的这个方向。哦，假设这个地方面对各位的地方是 B1 的方向，你的磁矩开始倒下来的时候，一倒下来的时候，它其实是看到这一个 B0 和这个 B1， 它会绕着它们的向量和来做旋转的动作。然后往往呢，在我们的 B1。我们自己产生的这个射频的磁场的大小其实是比 B0 还要小很多的状况之下，让这一个向量和呢会非常的靠近原本的 Z 轴的方向，所以呢，如果是这个 scenario 的话，这样子的情形的话，它其实会在上面这样子一直绕着这个向量和一直转，当然它也在转没有错啦，但是问题是其实它没有办法导到像我们这个图上面所示，它没有办法移动到 Y 轴这个方向，所以在 B0 关掉之后它会马上回去，
OK， 或者说它转的这一个 B0 关掉之后呢，它转的这个范围其实是非常小的。好，所以我们要怎么样子做才能够让它真正的移动到 Y 轴的这个方向呢？ OK， 我们想到一件事情，就是其实我们利用的是 B0 完全不会随着时间变动这个特性。既然它不会随着时间变动，那代表的是我今天的 metization 只要移开了 Z 轴的方向的时候，它都会绕着，它都会有一个分量会绕着我们的 Z 轴前直轴的部分做旋进的运动嘛，对不对？这就有一点像是我们在地球上面，我们都生活在地球上面，但是其实各位也都知道，我们地球其实是以非常快的速度在做自转。但是问题，为什么你感受不到？你为什么感受不到这个自转的速度呢？是因为我们其实是在一个移动的坐标系、转动的坐标系上面看这些所有的物理现象。那我们可以用一样的招数来对付这一个主磁场。既然它一定都会产生一个绕着 B0 的一个快速的旋进，那我就假设我现在是一个在一个旋转的坐标系上面看这件事情好了。好，原本的 XYZ 是一个静止的坐标系嘛，对不对？但是我假设它是一个旋转的坐标系，它绕着 Z 轴的方向做快速的转动。多快速呢？就是 63.87MHz，也就是主磁场所产生的旋进现象的这一个这么快速的运动。这么一来呢，假设我今天是在这么快速的坐标系上面看我的磁矩的话呢，那其实等同于主磁场的效应你是可以忽略掉的，有点像是这个样子。那主磁场的效应如果被你忽略掉以后呢，换句话说，在这一个旋转坐标系上面你是看不到主磁场的。就像我们在地球上面，我们其实看不到地球自己的自转，我们也看不到太阳绕着太阳的公转，因为你在上面，你在一个旋转的坐标系上面嘛，所以你看不到嘛，对不对？所以一样的方式，如果你今天把 SYZ 设定成是一个旋转的坐标系的话，你也看不到外加的这个 B0 的效应。所以在这么一来呢，你就完全可以不用考虑 B0 对你产生的影响。一样呢，在这一个X 的这个方向呢，产生一个 B1 产生一个这个外加的磁场就可以了。那一样就根据刚刚的，借由着控制 B1 的强度以及它的时间，你就可以决定它什么时候会落在 Y 轴的这个方向。 OK， 所以差别这个图其实基本上还是没有错，只是你要换一个坐标系来想一下，从一个静止的坐标系转换到一个旋转的坐标系而已。好，如果这样子没问题的话呢，这个时候我们就必须要跳出来看一下，如果在旋转坐标系上面呢，你所施加的这个 B1 是垂直于这个 Z 轴的方向， OK， 固定在这个方向，固定在 X 这个方向，使得你的磁矩掉落到这个 Y 轴的这个方向。好，那可是问题，我今天在产生这个 B1 的时候，产生这个激发的磁场的时候，其实我是在静止的坐标系里边去产生这个磁场啊，我人并不是在里边很快速的转动然后产生这个磁场，对不对？我是在一个客观的一个实验的一个坐标系里边去想要产生这样子的一个磁场。所以换句话说呢，在静止坐标系里边你外加的这个磁场其实并不是静止不动的，它其实是用一个非常快速的方式绕着 Z 轴转动。多快呢？就跟你旋转坐标系转的速度一样快，也就是主磁场所产生的旋进运动这么快。 OK， 所以换句话说呢，你今天所产生的这个激发磁场比较复杂一点点的哈，你产生的呢是一个磁场，这个磁场永远会垂直于 B0 的方向，或者垂直于 Z 轴的方向。可是呢，它的方向其实是在这个 transverse plane XY 平面上面呢，它其实是一直在转动的，大小固定，角度一直在做变换，它也在做旋进这样子的一个运动，或者是旋转这样子的运动。它做旋转运动有多快呢？就是 63.87MHz。 好，在 1.5 Tesla 底下是这样，3 Tesla 底下的话翻倍会变成是127点多这样子。 OK， 所以这个其实才是我们真正需要的激发磁场。 OK，
好，如果刚刚这一个说法你可能没有办法马上接受的话，其实我们可以换另外一个说法。我们先不要管旋转坐标系，我们直接用熟悉的这个静止坐标系来看。OK， 它有一点点像是，好，假设我原本是那个激发磁场是在这个方向嘛，对不对？好，原本磁矩在这个地方，所以照着激发磁场在静止坐标系哦，不是旋转坐标系哦，这个时候它会有一点点倒下来，对不对？当它一偏离 Z 轴的时候，它就看到了这一个 B 零的方向。所以换句话说呢，它的接下来的旋径其实是根据 B 零以及 B 1两者都要做旋径的运动。好，那因为它是一个向量和，所以我们把这个动作，我们把它拆解成两个部分。假设是依照着这两个磁场去做旋径的运动好了。OK， 我今天想要的是让它落下来，所以呢，我一定还是要依照着这一个B 1的方向继续有点像这种转的运动。可是同时之间呢，我的 B 0也叫我要转，所以它有一点点被偏过来了。原本在这个方向嘛，对不对？结果它因为 B 0的作用，它有一点点转过来了。它转过来以后呢，如果我希望我的 B 1的运作跟刚刚的这个角度是完全一样，也就是它们两个维持是直角的坐标系，直角的关系的话，我的 B 1就不可以维持在这个地方不动，而是它需要也要转一样的角度过来。这边刚刚转多少过来，你的 B 1就转多少过来。这样子呢，我才能够依照我原本预期的，再慢慢的把M 也就是我的 magnetization 继续 tilt 下来，就是把它倒下来。然后再来第三个时间点，一样的，这个会绕着 B 0转，所以又回来一点点。此时一样的，我要维持磁矩以及 B 1的垂直的关系，所以呢，这个 B 1也慢慢转过来。这边转多少，这边就转多少。所以它除了倒下来之外呢，它也会，它除了转过来以外，它也会执行倒下来这个动作。你也可以用这样子的方式想。所以换句话说呢，这个 B1 的大小可以是固定的，但是它的位置、它的方向一直在变动。它的变动的速度就跟你今天磁矩会绕着 B0 旋径的速度是完全一模一样的。哦，就是我们刚刚一直反复提的这一个速度 ,63.87MHz 这个速度。OK， 好，所以这是另外一种角度来想，你完全不要想那个旋转坐标系，你也可以用这样子的方式来想。好，总之，终于好不容易把这个 magnetization 转到了这个 XY 平面，也就是我们的这个水平的方向上面之后呢，你终于可以把外加的这个激发磁场关掉了，因为这个时候他们已经有一个很大的角度上的差异，所以你知道关掉了之后呢，它就会绕着 Z 轴的方向，也就是主磁场的方向呢，去做旋径了。OK， 那通常来讲呢，在传统的 MRI 上面，我们会让它，通常呢，我们看到都是这样子，激发的角度是90度。为什么呢？因为当它90度的时候，代表的是它的旋转半径最大。一样的磁矩大小，倒了90度到了 XY 平面上面之后，它绕着 Z 轴的旋转半径最大。当你绕着 Z 轴的旋转半径最大的时候，换句话说，你的磁通量的变化就最大。OK， 所以你可以获得最大的感应电流，也就是你 MRI 的影像的讯号会最好。小一点的角度，比如说60度或甚至30度，不是不行，也可以。只是呢，只有30度或60度的时候呢，它绕着 Z 轴产生旋径的运动所产生的那个变化量，其实大概就是在 SY 的方向的投影量。所以换句话很明显嘛，因为 sin 的关系，所以它的旋转半径变小了。旋转半径变小，它代表它的改变量变小，所以感应电流的强度会下降， SNR 也会下降，这是一个 trade-off。 所以在传统上我们比较喜欢做90度的激发。 OK， 可以齁。好啦，所以我们现在就知道了，除了原本的 B0 的这个主磁场以外，你还需要另外一个叫做激发磁场的东西。激发磁场呢，我要，因为你需要控制它的开启关闭还有方向，所以它一定是线圈。哦，那它永远会垂直于主磁场的方向，可是呢，它这个方向会一直在转，它不是固定不动的。哦，所以我们要怎么做呢？当然不是用机械的方式让这一个线圈转动，因为开玩笑，63.MHz一分一秒钟要转6400万圈，
没有任何的机械装置可以转到这么快。OK， 所以我们必须要用别的方式，也就是说呢，在这个激发线圈不动的状况之下，我们能不能产生一个时变的磁场？答案是可以的，因为我们可以利用交流电。当你使用交流电的时候呢，代表是你产生的磁场也是一个交流的讯号嘛，对不对？也是一个正弦波。那你在不同位置上，只要搭配不同相位的正弦波的话，你就可以产生一个像我们刚刚说的绕着力轴做旋转的这样子的一个时变磁场。OK， 所谓搭配不同的相位角，比如说某一个方向如果是 sin 的话，它的90度的方向就是 cosine， 在90度的方向就是 fsin， 在最后90度也就270度的方向呢，就会是 fcosine， 有点像是这样子。然后让他们以同样的速度，不同的相位差哦，固定的这个相位差，这样子吃这供给电流，你就可以产生一个随时间而改变的这样子一个 B1 磁场。好，所以呢，你需要的第一个你需要线圈嘛，对不对？再来呢，你就知道你需要的是一个交流的线圈，能够产生交流磁场一个线圈。然后它的既然是交流的话，我们就必须要看一下它的工作频率是多少。当然不是你交流电的工作频率，它的工作频率是你今天 B1 绕着主磁场做旋进的这个频率，对不对 ？OK， 是多少呢？是64MHz 约略啦。OK， 或者是呢，我们现在换一个比较正式的名称来称呼它，我们把它叫做 Larmor frequency。哦，因为这个 equation 叫做 Larmor equation， 所以这一个。它所 Larmor equation 所定义出来的频率，我们就把它叫做 Larmor frequency。OK， 你所产生的这个交流电，应该说你今天所供应的这个交流电的频率呢，就是 Larmor frequency。OK， 那我们说今天产生一个线圈，其实不是那么难的事情，就是 RLC 电路的一个串接而已。我们可以根据这个电容电感的数值来决定它在哪一个频率有最好的响应。各位在电路学里面应该都有听过这样子的东西嘛，对不对？所以其实你就是去调整这些电流或这个电感或者是电容的数值就是了，哦，让它在 Larmor frequency 的部分呢有一个非常好的efficiency， 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工作效应，或者是说它的阻抗会很低。如此一来呢，你就可以产生一个适当的激发磁场。OK， 所以这是激发的部分。好，所以激发如果能够成功的话，代表你今天的磁矩可以导到 SY 的平面上面，代表你今天把它关掉之后呢，它就会绕着你的主磁场动。所以接下来下一步是什么？当然就是接收讯号嘛。你刚刚好不容易让它动啦，它会动了嘛，那你现在当然就要把这个讯号接收进来了。那接收进来的话，你需要做什么事情？我们刚刚说它会自己绕着主磁场做旋进的运动，所以它会有一些感应电流产生嘛。只要你在附近放上导体，就会有感应电流。好，那再更精准一点，这个导体最好在这个感应电流的工作频率的部分呢，有一个很好的效率。其实就是在 Larmor frequency 的附近呢，也要有低阻抗。OK， 这样子你才接得出来嘛，不然的话你在你的线圈上面就损耗完了啊，对不对？好，所以一样的也是线圈，一样的也是调整它的电容和电感的这个数值，使得它的工作最佳频率呢刚好就在 Larmor frequency 附近。这么一来呢，你就可以接收到这一个高频的感应电流，然后再分析这个感应电流的大小，你就知道今天的磁矩的讯号是怎么样子了。 OK， 所以讲到这个地方，你一定会有一个感觉，这个不是跟刚刚讲的激发线圈很像吗？没有错，很像，基本上他们可以用同一个，你可以使用同一个线圈来扮演这两个角色，就像我们之前在讲超音波的那一个 piezoelectric material 一样，你可以使用这一个线圈来产生磁场，激发的磁场 B1， OK， 同时呢，你也可以使用它来做接收的动作。只是呢，因为我们在做接收讯号的时候，我们会有一个倾向是希望接收的这个线圈能够尽可能的去靠近你想要观察的这个物体，因为我们知道你今天产生这个体内的静磁矩所产生的这一个感应电流的大小会跟距离的平方成至少成反比，越靠近的状况之下呢，你会接收到更好的讯号。所以通常来说，我们会分开制作，我们会有一组是专门用来激发，一组是专门用来接收的。
激发的部分呢会比较负责比较大范围的一个激发的范围，接收的部分就会专门是放在你想要看观察的物体的附近这样子。但是你也可以使用同一组，没有问题，差别只是在于讯号强度的大小，你接收到的感应电流的大小而已。 OK， 好，在这个地方我们稍微跳回去原本的地方，稍微解释一下。我们刚好提到在做这个 resonance 共振现象，也就是你要激发以及接收讯号的时候，我们使用到的硬体叫做射频线圈。为什么有射频这两个字呢？射频的话其实是 radio frequency， 也就是你的，顾名思义，你的收音机在工作的这个频段，我们把它叫做 radio frequency。 那为什么在 MRI 里面所使用到的这个线圈，我们会给它这个 radio frequency coil 有这个名字呢？因为它的工作频率，也就是我们的 Raman frequency， 多半刚好是落在射频的这个频带。以 1.5 Tesla 来讲的话，我们刚刚说过，大概约略是64 MHz 嘛，对不对？然后以3 Tesla 的话，大概是100多 MHz。从几十 K 几百 K 一直到几百 Mega 这个部分，它其实都是属于我们所称的这个射频频带。所以你的工作的范围在射频频带的这个线圈，我们也给它的名字叫做 RF coil， 射频线圈。所以这个名字是这样子来的。好，所以我们就来看一下那个接收线圈到底可以长的是什么样子吧。我们刚刚说会依照着各个不同的组织或者是器官或者是你想看的部位下去做一些设计嘛。所以各位就可以看到，比如说右上角这个就是头部专用的线圈，看起来就像一个笼子一样，因为它能够比较适当的去贴近人的这个头部圆球这样子的一个形状，或者是这个膝盖的线圈，因为它 match 这个膝盖的关节，或者这一个呢其实是胸腹部所使用的一个线圈，它会有一点点弹性，所以它可以直接盖在人的身上这样子使用，或者是甚至我们有时候会设计一些小的表面线圈，来去接收部分的讯号，只要你知道你的讯号源在哪边，就可以使用这样子的线圈。那因为线圈的体积小，更容易让你去贴近。不过呢，小线圈的一个代价就是它能够成像的范围是比较有限的，除非你去移动它。因此就有人讲说，那我可不可以结合很多个小线圈？就像我们的雷达也可以结合很多个不同的雷达来组成一个阵列一样。在 MRI 的线圈的部分呢，我们也可以组合很多的表面线圈，将它的相位做最佳化之后呢，联合起来变成一个阵列线圈。 OK， 这个阵列线圈的概念其实还蛮常用的，比如说以现在来讲，我们说MRI 可以拿来看软组织嘛，对不对？所以常常用来看比如说你背部脊椎里边的这个神经的一个状况，所以这个就是一个 spine coil， spine 就是我们的脊椎，脊髓。OK， 那另外呢，在头部线圈呢，也有可能，也有人把它做成像一个钢盔的样子，就像安全帽一样，那上面就大大小小的这些圆形呢，就是一个每一个圆形都是一个表面线圈。OK， 用这样子的方式来去，同时兼顾到那个讯杂比以及它的覆盖的一个范围，这样子。好，到目前为止，大概就是我们讲的第二个部分，也就是讯号的接收跟激发和接收的部分。OK， 那到目前为止的话，其实各位已经可以收到讯号了。这个只要是人体里面的磁矩，它都可以被激发，然后都可以产生这一个感应电流，所以你已经可以收到这个讯号了，所谓的讯号了。到目前为止，你就可以用来去做像我们之前所讲的磁振频谱的分析，也就是最早期那些化学系还有物理系在做的这些物质的分析。你可以根据这些物质的这些共振的特性去判断说，它的分子结构大概是怎么样子的。OK， 可是对于影像来讲还不够，对人体影像来讲也还不够。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说过，影像其实是你要去知道讯号在空间上的一个分布状况。我们现在只知道讯号有多少，但是它从哪里来的，基本上我们还没有办法去分辨。OK， 所以下一个步骤，也就是最后一个重要的核心呢，就是要告诉各位，我们怎么样子把这个 MRI 的讯号变成是一张影像，也就是我怎么知道这个讯号到底是从哪边来的。OK， 这个就是我们最后一个部分 ，imaging 的部分。OK， 影像编码的一个部分。好，那时间到这个地方差不多，所以我们会休息一下。